我好像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嘘，别声张，我啥都没干，真的，我就是在这里逛街。哇，这里真好玩。啥都有啊。看我们家的狗在那边，我现在想做一个测试，就是我假装倒下去，然后感觉快死的样子，看它会有什么反应。我现在就过去了，躺在它面前，真的。啊！蹲死了，太开心了。原来没死呀！哎，这真尴尬呀，真想骗我，你等着。你居然吃人尿在我身上了，吓死我了！谁让你骗本王来着？家里有老鼠怎么办？是时候让家里的男人大展身手了。说啊，你们这样光靠喊是抓不到老鼠的。我想这个视频呢，可以完美的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女孩越来越喜欢猫咪，越来越不在意有没有男朋友了。猫咪能给你足够的陪伴，男人一般不能。猫咪爱卫生，男人多半邋遢。猫咪可以抓老鼠，男人看见老鼠就会吓哭。综上所述啊，男人不如猫。开个玩笑，当然呢，不是所有的男人看见老鼠都会被吓哭的，有一些也会被吓晕。